欢迎观众朋友来看台北县林先生，请说。你好。哎，沈富雄的四个可能啊，创造了贪腐极端的无性生殖。那他这个东西呢，不管是入联反联呢，我不都不同意。那到底是，如果真的顺利入联的话，那个我们一年要付的会费，我们的国民财政那个财政能够负担吗？这个请各位来做一个统计。全国人民啊，真是太小的钱，通通愿意付这个。对的，这个太小的钱了。台东陈先生，请说。陈先生你好。我顶你讲哦，那评论意见的时阵哦，应该大家互相尊重啊。他说，余美美在恭维的时阵，陈慧文先生在特写配的画面，那不是跟杜振声挖鼻屎有什么两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觉得说应该是彼此互相意见尊重。我不愿意，我谢谢你的指教。你说去看重播，你的确是这样。我就是回去看重播，我谢谢你的指教，谢谢。我感谢你的指导，好不好？感谢，感谢。哦，你继续品吧，谢谢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好的，谢谢。不被感谢，不被多谢，感谢。台中许先生。